門徒嗰份為神癲狂、冇半點猶豫嘅信心，締造咗香港基督教會嘅歷史。教會喺短短六年間，由17人突破至千人。大家仲記唔記得呢段不再猶豫嘅歲月呢？即使有信心，斗志却抑住。谁人令我去滑流？定我心中的宇宙，只想他。